大家好，我叫骆俊全，我来自台中。那你今天是抱着什么心态来参加这场测试会呢？这个是第一次办嘛，就抱着就是全力以赴啦，也是全力以赴，可是就是试试看的心态，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的高手对来试，然后也是就是抱着就是全力以赴的心态来试试看这样。你是怎么得知这场测试会的呢？测试会是由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老师就是告知我说，高雄有这个圣徒的一个职业联盟测试会，然后他就叫我来尝试看看，对，然后就是这是给素人一个打球的机会，他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好，就既然老师都说了，就来试试看这样。了解了解，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球风是什么吗？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的球风擅长就是快，然后制造空档给队友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推进很快，就速度很快这样。对。那在参加这场测试会之前，你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？可能体能方面吧，因为我知道第一天是要测体能，然后第二天是对抗。我以为体能是跑操场，然后跑了3000公尺之类，所以我就有去跑步，然后也有练一下自己的投篮的稳定度这样。对，然后再增加自己身体的，因为我知道有外国人，然后就要增加自己身体的厚实。你可以谈一下今天的测试会当中，教练有要求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吗？教练要求的可能就是，目前为止我都学到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可能战术方面，因为第一次使用他的战术，就觉得他的战术真的是还蛮厉害的，就是跟台湾的不一样，就跟我以前到现在接触到的有点不一样，有点美式这样。对对对。那你打篮球这方面，你的家人？有支持你吗？家人很庆幸，我家人非常支持，就是他觉得说，就是你有一个梦想就该去完成，对，就不要有遗憾这样，对。今天这场测试会当中，你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？目前的话应该是60分吧，就是算及格，60-70分这样及格这样，因为还不太敢给自己就是很大的那个肯定这样。分数低一点会努力一点，会比较认真。谢谢谢谢。